以前，已广为流传于少林寺众僧之间，罕有外传。自明清时期以来，其法才广为人知，日益流行，而且还演变成了数个易筋经流派。易筋经是一种内外兼练的导引强身法，练内名习髓，练外名易筋。易筋经是整体性身心应变、内外兼修的一套医疗保健养生功法。动者外动以易筋强骨，静者内静以攻心纳意，即内外兼修之长，以静中求动、动中求静为宗旨，精炼情思，可达防治疾病、延年益寿的效果。易筋经基本动作：虎爪，五指张开，虎口撑圆，第一二指关节弯曲下扣。勾手，五指第一指关节聚拢屈腕。屈步，后腿屈膝半蹲，大腿接近水平，脚尖外展，前腿微屈，脚面绷直，以脚尖虚减地面。吊尾式，身体前俯，掌心向下，指尖相对，下按至两脚内侧，两手贴地，胸部靠近大腿。